那个开关就在那儿，怎么进去啊？什么？脚下就是出口吗？哎，快上来！我去，真的没想到在沙漠的下面有一个下陷的大门啊！有东西上来了，是直升机运载马桶。他们家的集装箱是什么？你们怎么不追呀？让他们给跑了！快追呀！宇航马桶人，这是……嘿，他替我们动手了，他拦住了，干得漂亮！哇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又有东西上来了，不好，是鸡们！快撤啊，兄弟们！快闪！我们中弹了！糟糕，真的是毫无防备，损失惨重啊！那是人形马桶。是啊，看来他们提前做好了布局。增援小队在掩护基曼撤退。该死，呼叫总部，基曼的位置坐标在后山。